Just a quick announcement.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CCTV is now in operation for your safety. AC 米兰又一次站上追逐梦想的舞台，球场看台和外围到处都是满怀希望的面孔。毫无疑问啊，这片土地之上的每一处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场景。此时，我们大家要坚定心中的信念。OK， 我们一起进入比赛时间。奥西姆可以攻门了，他成功接到了皮球。 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，有一次机会。这球那一下无懈可击，但欠缺一些准星。这脚射门十分刁钻，他是需要将球打正，太可惜了。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。伊涅斯塔，这个传球不够理想。 哦，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。里特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帕卡，这种球啊，通常都会被门将没收。帕卡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帕卡。 卡从不轻言放弃，相信他很快又会杀将回来。只能说他选择了最困难的方法，这个区域通常人员密集，成功的几率非常低。卡卡，梅西，好球，有穿透的机会，角球又是一次机会，这下化解了险情。 卡卡，这个跑位漂亮。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。基里安·姆巴佩成功断下皮球，普利特刷了一下自己的存在感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姆巴佩。
古利特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毫无疑问犯规了啊！裁判给了他一张黄牌。布斯克茨，迪米赞，塔福读懂了对手的想法，成功抢断，分到右侧，快速向门前推进，送出直塞，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快攻的好机会。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，罗纳尔迪尼奥，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，就是射门太糟了。罗纳尔迪尼奥这次跑位很精彩，他的积极跑动给到队友创造了许多空间。传中的好机会，他出现在那里把球破坏掉。古利特，这样的一次拦截，试图直塞，射门，他们做到了，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。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，更别说一个了。这射门太刁钻了。摩洛哥先下一城，这个进球有助于缓解压力，让我们共同期待比赛变得更加精彩。奥西姆亨。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啊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好机会，基里安姆巴佩发现自己越位了。布斯克茨，坎塞洛直接传到前场，梅西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 AC 米兰反应很迅速啊，就地反抢，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脚下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姆巴佩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皮尔洛，他向前狂奔，非常坚决的跑位，可惜被后卫断了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一条道走到底。基里安·姆巴佩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，好像是刚才那下拼抢受伤了，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还拿不到球，这是非常被动的局面，必须要赶快的改善。Substitution in progress. 如果这个距离他选择直接打门，只能说太过于牵强。阿里松扑得漂亮，这次扑救堪称完美。应该说门将开始的时候站位非常好，有助于判断球的飞行路线，并及时封堵。伊扎吉丝毫不给对手机会。门将大脚开到前场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. 奥西姆亨，传球太远了。卡卡，这是中场休息的哨了。
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，在上半时虽然打破了僵局，但是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建树，接下来的比赛仍然充满悬念。好，比赛又开始了， AC 米兰必须尽快扳回一球，让局势恢复平衡，既要大胆进攻又要兼顾防守，这时候需要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出来发挥作用。古利特，安德烈皮尔洛， 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，一次犀利的防守，莱昂内尔梅西，这脚传球质量不错，不过没能形成好机会，形势还是不错的，想法并不是不好。莱昂内尔梅西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防线找到了空隙，角球好机会，裁判吹了回去，并且给他出示了一张黄牌。保罗·马尔蒂尼出现把球破坏出去，摩洛哥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，反击要来了，吉米赞抢了回来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罗纳尔迪尼奥，他一路劈，机会怎么样？球弹了出来，打进了，他们做到了，打进了扳平的一球。卡卡展现了禁区杀手的风采，这或许是天生的，他的预判能力明显胜人一筹。AC 米兰打入扳平一球，双方战平。的确，在面对强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握这样的机会。我想，这很可能成为一场经典大战。门将大脚长传，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、响叮当人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1,898. 古利特，罗纳尔迪尼奥，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就被破坏了。梅西，卡卡，坎塞洛，伊涅斯塔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能进球吗？过于犹豫，白白失去了一次反击的机会。在执行由守转攻的时候，速度绝对是关键，刚才的处理方式很不理想，这次没能制造出威胁。Andres Iniesta coming on to replace him is number 8 Thiago。替补席有动作，应该是要换人了。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，菲利普·因扎吉被侵犯了，要给牌了，这个现象喜闻乐见呀。
Substitution. AC 米兰现在决定做出最后一次换人，所有人都盼望着看到身披这个号码的球员登场，现在得偿所愿了。不确定他为什么没有首发，不过至少他上场是让每个人都开心。莱昂纳多席尔瓦，莱昂内尔梅西，孙兴民精准的传球，皮尔洛，莱昂纳多席尔瓦，梅西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维尔纳多席尔瓦有机会打反击，扎吉，摩洛哥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尽管险情得到了缓解，但暴露出了防守的问题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坎塞洛，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，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。打门，这球进了，他们做到了，逆转了，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这实在是太精彩了。这粒进球可以说是靠他一己之力完成的，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，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太精彩了。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，溃不成军。AC 米兰取得领先优势，在这个阵容当中他显然是最具威胁的人，往往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就像蝙蝠侠一样。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，传球，孙兴民抢到头球，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。哇，再多一点点运气就扳平了。刚才的进球完全激起了他们的斗志，可能他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刺激。头球，险些将双方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。他看起来非常失望，没有机会帮助球队扳回一城。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一记长传，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，得赶紧了，时间不多。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梅西，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向外找到侧翼，一脚地打一脚，这次扑救有如神助啊。塔福这脚踢得很远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得把球送入禁区，开大脚也不算什么糟糕的选择，无论如何都要制造机会。所有队员都要回来力保球门不失。拉菲尔莱昂，他出现在那里，把球破坏掉。梅西，现在无人持球。拉菲尔莱昂，往前传，恰到好处。远距离红门，他们进球了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奠定胜局的一球，结果不可能改变了。塔卡精彩绝伦的一对一，一个冷血的杀手，他冷静的让人窒息，守门员已经尽其所能的向他施加了压力，但这并不能阻挡他把皮球送进大门。 AC 米兰在最关键的时刻取得两球领先，对手恐怕是回天乏术了。在这种艰难的时刻，他们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将挺身而出。把脚怒射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裁判看了一下表，吹响了他的哨，
AC 米兰以一种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方式赢得了胜利。这场比赛啊，绝对是对意志的考验，他们成功战胜了这种考验。不论从什么角度看，这都是一场精彩的逆转。菲利普·因扎吉被选为全场最佳球员，这都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。结果啊，就是这样了。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球队使出了洪荒之力，尽管他们先失一球，但是士气上并没有被击倒，并且凭借顽强的斗志将比分反超，